陕西是中国航天最具有实力的省份之一。我们叫火药雕刻，是用刀控制的是药量，这个精确度是就是几十克。哦，妈呀！如果刀撞到发动机壳体，产生火花，会瞬间点燃现场的推进器，操作人员的逃生几率几乎为零。我们明知道危险，但是这工作也得有人去干。今天想给我们的航天火药雕刻师做一顿星空下的年夜饭。我们这个工作确实比较危险了。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综艺、微博纪录片，感谢爱豆 WiFi 万能钥匙、成果娱乐、影视聚焦、一直娱、泰日报、智娱、味饭、星伴网、环泰娱乐、茄子日报、茄子悬赏、小白娱乐、星芒、掌鱼的大力支持。